电好，他就黑嘎嘎子鸟。黑嘎嘎子鸟。他选择吃黑嘎嘎子鸟在外面飞，怎么办？要小心。它是一个黑色的鸟，应该是从下面啦。不是那从上面。上面这边也要用胶带贴起来，所以我们要打开。两面都有。把它拿出来，里面没有其他的配件了。那这个它品相看起来有一点脏脏的，看起来是要装电池。在还没有装电池的情况下，可以按翅膀跟嘴巴都会动，对不对？你好。你好，你坐在这边看，你坐在这边看，你看，你好，你好树，这边要装电池，那是装两颗三号电池 AA 的，那我来装进去。哦，什么？它会有声音哎？等一下，我来看看它有没有附说明书，没有，那。盒子外面就印说明书，说好像是按了这个按钮之后可以对它讲话。再按了这个很像扳机的呢，声音就会从这个乌鸦的嘴巴里面出来了。我来试试看哦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大家好，我是李阳。大家好，我是李阳。再次啊，我是一只小乌鸦。来玩玩看，你按着讲话，你按这个是录音，按这个是讲话，你试试看。大家好，我是李阳。根本没有按到。好，你要再多练习哦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喽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喽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那你说拜拜。快，你说拜拜。下次见，拜拜。好。你叫他说话，对，他说。